喂喂喂，航拍機啊，唔係用嚟吹頭嘅喎。換生活，落科技 ，Unwired.hk。呢部係 Phantom 4，同上一代最唔同就係有呢個 Active Track 啦。係而家阿葵喺度啦，咁我就督入佢。睇住我 Unwired 啊，保特死咁快。架机就自己跟住目标转，如果甩咗咧，对翻个目标仲识继续跟添。我主要系望住个 mon 啦，定系望住架机嘅咧 ？Benny 话望住个机噶，第一次玩，我同点点都冇出事，因为佢有呢个指点飞行嘅功能。只要我点咗某一个位置，佢就会向嗰个位置去飞。控制得唔好都飞到想去嘅地方，仲可以自动起飞同降落。最好是有埋防撞，啱曬新手玩啦。當去到 1.5 米嘅時候咧，其實咧你會見我咧，我而家個遙控咧喺度喐緊嘅，向前推咧，佢已經唔可以再向前飛啦。不過佢只係識停喺度嘅咋，同埋飛得太快佢都唔識避㗎，所以各位航拍新手都係慢慢嚟啦。